现在是高磊。有点悬，哎呀，这就是这个项目的惊险性，它的偶然性太大了，很多世界名将可能在资格赛当中就会被淘汰，很遗憾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还有个董栋。董栋，好样的，在前面连续出了这么多场大的事故以后，不愧是久经沙场的四届奥运会元老。由于队友意外的止步于资格赛，奥运会四朝元老董栋将第一次在决赛中孤军奋战。目标肯定没有变，依然是冲击冠军。心态上我觉得确实比前三届的话要更从容一些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19岁的董栋和队友陆春龙携手闯进决赛。很多人都认为董栋的夺冠呼声最高，这其中也包括他自己。都想去拿那个金牌，想着想着就想多了，精神头一兴奋就很难能够静下心来。现场掌声雷动，但最终的得分表明董栋的表现并不完美。那个结果对于我当时的心智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，是无法去面对的一个结果。带着4年前的遗憾，董栋和队友陆春龙并肩出现在伦敦奥运会的决赛赛场。所以像这一次奥运会的话，我可能想的更多的是这个过程，当然我也很期待金牌。董栋他这一条比完以后决赛就结束了，董栋的表演决定着这枚金牌的归属。现在中国队是在董栋的分没有打出来之前，陆春龙是排名第二位，董栋应该是能拿第一的。我们看一下他的分数，第一了，董栋获得了金牌。这一次，董栋圆了自己的奥运冠军梦。我一直在说，没有2008年的那样的一个打击，不可能有我2012年取得冠军的动力和表现。所以我希望我能够保护好自己，然后去参加更多的比赛，取得更多的金牌，去刷新我在这个项目上的记录。临近奥运，蹦床馆格外热闹，已经在蹦床项目上功成名就的董栋即将踏上自己的第三次奥运之旅。我羡慕他有个这么漂亮的，哎呀，看见我笑了。共同征战过2届奥运会的队友陆春龙，此时正坐在裁判席上，认真评判着董栋的每一次腾空。我非常的幸运，因为我创业成功了。所谓的创业成功，就是我大满贯，我所有的好的成绩都有了。我的照片上有11个世界冠军，然后有奥运冠军、亚运会冠军、全运会冠军，所有都拿过了。所以我已经比太多的人要幸运的太多了。我又能够幸运的第三次参加奥运会，我真的觉得我非常的满意，非常的满足。